去小琉球玩的时候呢，通常会经过东港大桥，有好吃的要告诉你哦，雷尼。是有一位姓石的老板哦，在那边，他15岁哦，就在这个东港这边哦，做所谓中药材批发。那他的中药材很多是从这个大陆进口的哦，就从广东、广西这边进口。那结果呢，因为他的这个出口量有一个药材叫龟板，哦，龟板这个用量很大。结果那一天哦，那边的这个他的师兄在那边，那师兄的干爹就会做这个龟苓膏。有一天就问他说："那你要不要学做这个龟苓膏？"那到底什么是龟苓膏？其实龟苓膏的主要两个成分就是龟板跟这个土茯苓。那龟板是什么呢？其实你把那个乌龟壳哦打开，不是说里面是一只蜥蜴啊，那个乌龟壳其实就是乌龟的骨壳的骨架，应该讲说龟板就是它的这个胸膛的这个肋骨形成的，那龟的贝壳就是它的脊椎演变的。哦，龟板是腹部那块白白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一块，哎，就是我们这一块肋骨去形成的，所以它里面这些就是五脏六腑。那你把这个龟板这一片呢、啊、取下来以后呢，其实上面会掉很多肉。那你在制作成这个龟苓膏的时候呢，就要先把这个龟板哦上面的一些残余的肉刷干净，用这种细的钢刷一片慢慢慢刷，是蛮辛苦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土茯苓哦，它也是会熬哦，熬煮它也是会出胶质。这两个都会有胶的成分，所以呢，要捋孔，孔多久呢？要孔达缸，才会变成出嘎，才会变成有点像点妈嘎这样，那个胶质出来。那在这个孔的过程呢，要分三口鼎，同位一鼎的时阵呢，它还要用这种类似隔水加热哦，中间是隔蒸汽这样子去孔，叫别掉鼎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手要一直拉，一直拉。那你就想看，你要在那边拉固那个炉子，其实很热，鼎拢卡大开。那等到它这个都出嘎，已经有点像这个麦芽糖的时候呢，这个状态的时候呢，还要再跟它自己调配的这个青草的部分结合。那各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啊，像东港这个啊，它在这个熬煮的过程中，它这个龟板熬煮的过程中，它有加灵芝啦，加这个金蝉脱壳那个蝉壳，那都是中药材。那它做出来的味道其实跟我在香港吃的就不一样，它的味道比较特别。香港的啊，吃起来里面有这种仙草茶、青草茶的味道，然后还有凉茶的感觉。可是它这个是真正的这一个所谓比较滋补的这种成分在里头。那他的这个当时哦，他去学这个东西学会了，很偶然遇到他姐姐失业，那想说那不然就来做龟苓膏给姐姐卖。结果哦，拜这个龙王公的保佑哦，这个翁牙波比啊，他的生意还不错哎，那边的什么，对，那边很多人相客，南北相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进出的这种观光客，去东港玩的观光客啊，哇，就来跟他买，然后呢，记者啊又来采访。那他虽然这个制作很辛苦哦，速度不快，可是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大老板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"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做3000碗？"他一听，我靠，可以做3000碗，可是我两只手，我怎么做？那一个步骤刺激了他，后来干脆去买这个所谓自动化，就是机械来拉来做。那他就同时呢，就把这个所谓的热充填啊、热收缩包装的这个技术、做到无菌，然后呢，大概可以保存一个月，然后呢，把它做成伴手礼。对，哦，你要提着一盒就可以送人，而且真的蛮好吃的。对，那老板就订了这个3000盒出去、送他的员工。那台湾跟我刚才讲，他这个香港是加炼奶，台湾是加蜂蜜。对，哦，他那个是加蜂蜜起来就超好吃的。对，可是啊，他要怎么做大呢？我认识他这家店哦，是每次去环岛啊，我们骑车环岛的时候都会走台17。那台17外面你就看到个龟苓膏，那白底红字超大人，就是那家店。可是他真的移到那边啊，你说如果只每次去真的都看到什么那种观光客啊，又以前陆客游览车停在那边，但是你只卖龟苓膏其实有点太弱。后来他很聪明，他在那个时候他把它转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再加了所谓的药膳食品进去，变成一间药膳餐厅。那他本身是做中药材的嘛，所以中药他很了解，他就在研发那个什么药炖排骨。他的药炖排骨就是成本很精彩，因为他做中药底的啊，林心冬龟成鸡枸杞啊，哦，甘臭啊这些药材大概9种。你是说东港喝完之后一路推回台北都不用停就对了？我跟你讲，都还可以不用穿衣服，因为太补了。冬天都对，尤其现在冷，可以裸奔到台北就对了。现在冷了，你知道吗？吃那个药炖够丢西鸡，然后他又在研发什么乌骨鸡啦，药膳面线啦，然后他的樱花虾在做炒饭，把它变成药膳餐厅，所以就好吃就对了。一年开了8家连锁，而且年营业额破千万。